后跟会有什么静脉曲张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要生过小孩都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啊！静脉曲张就是因为女生在做家事就站着，坐站的时候那个血液上不来。那静脉是一个结一个结一个结，所以你只要走路，它血液往上面挤，它才能上来。那如果你不，你就站着站久了，你就静脉曲张。啊，所以你要走路，走路啊，它就血就从这管子里面一直一节一节往上面推。同样的道理，淋巴也是这个样子。休息一下，是不是？好，好了，那我们就等一下再谈这一块，这一块哈。